进入一月份之后，钓鱼岛争端又重新进入了大家的视线。但是这一次和去年九月的那一次有所不同，在中日两国都新近更换了领导人之后，双方无论在钓鱼岛问题或者是在国防政策方面，都显示出了较前任更为强硬的姿态，并且付诸了一定的行动。钓鱼岛争端看起来马上面临着擦枪走火的危险。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到现在为止，外界还看不到钓鱼岛争端解决的出路。那么这一次，钓鱼岛是不是真的要出事了？如果出事，冲突级别会是擦枪走火，还是局部战争，上升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有没有？谁又会最终为这场冲突付出最沉重的代价？这集的事实关心，我们就来和美国智库的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围绕钓鱼岛的这一轮冲突的主要事件。2012年12月中旬，两件事情的巧合也许埋下了这一轮钓鱼岛冲突的种子。12月13号，一架中国海监飞机抵达钓鱼岛上空，与正在钓鱼岛海域巡航的四艘中国海监船编队会合，对钓鱼岛开展海空立体巡航，并对日方进行了喊话，要求日方船只立即离开中国领海。自从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国有化之后，中国海监编队已经在钓鱼岛海域开展了5个月的巡航。12月13号是第一次派遣飞机进行海空立体化的巡航。3天以后，日本大选结果出炉，自民党和公民党获胜，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再度出任首相。自民党是日本保守党派，对华政策较为强硬。1月5号，履新的安倍晋三政府计划在11年来首次增加国防预算，将新一年度的军费提高2%，达到47000亿日元，约525亿美元。日媒分析说，增加军费的目的，一方面是应对中国的军力扩张，另外也是配合新任首相安倍晋三计划修改宪法，行使集体自卫权，在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的争端中与中国抗衡。在此期间，中国海监船持续在钓鱼岛海域长时间巡航，日本也增加了对钓鱼岛海域的监控，双方外交部门也互相喊话指责。1月10号，日本防卫省称，中国军机出现在东海上空日本防空识别区内，导致日本自卫队紧急派出 F-15 战机升空应对。中国国防部则表示，中国军队一架运8飞机在东海油气田西南空域进行例行巡逻时，遭到日本航空自卫队 F-15 战机的跟踪，中方随后出动2架歼10飞机进行监视。这是中日两国军机首次因为钓鱼岛争端发生对峙。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11号发出警告说，中国和日本之间有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与此同时，日本产经新闻引述日本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求有关部门强化钓鱼岛周围领域的警备措施，其中包括当领空侵犯机不服从无线电警告时，允许自卫队战机采用夜光弹进行警告射击。然而，美国政府随后向安倍政府发出警告，要求日本自卫队不得向飞临钓鱼岛附近空域的中国飞机发射夜光弹或信号弹。美国担心，如果日本自卫队率先向中国飞机射击，会引起中国的反击，中日两国很可能发生武装冲突。虽然日本很可能暂时打消了发射夜光弹的打算，但是安倍晋三对钓鱼岛的立场却并没有软化。1月11号，安倍晋三表示，在尖阁诸岛问题上不会让步，没有谈判的余地。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也表示，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是日方一手造成的。就在中日钓鱼岛争端步步升级的时候，台湾也加入了进来。
台湾总统马英九1月15号接见到访的美国联邦参议员穆考斯基一行时重申，台湾政府一贯主张钓鱼台列屿是中华民国固有领土，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至此，钓鱼岛争端变得更加复杂。1月16号到18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访东南亚三天，除了扩展贸易市场之外，此行的主要目的被外界视为是安倍在中日关系紧张之际，推动区域外交，联合东南亚国家抗衡中国。1月19号，美国国务卿克林顿的一番话再度激起波澜。克林顿呼吁日本和中国和平解决他们的领土争端，不过他也间接地警告中国不要采取任何单边行动，破坏日本对有关岛屿的控制。这一番话其实是重申了美国的一贯立场。2012年11月29号，美国参议院全体会议决定在2013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中加入补充条款，明确规定钓鱼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该条款指出，美国对尖阁群岛最终的主权归属不持特定立场，但认为其处于日本的管辖之下。而日美安保条约第七条称，美日任何一方在日本的管辖区内受到武装攻击，根据美日安保条约，日本或美国可以作出反应或反击。1月21号，中国表示对美国国务卿克林顿有关争议岛屿的评论强烈不满，并警告美国要谨言慎行。1月22号，日本方面终于出现了似乎是示好的态度。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安倍晋三说，我们不能因为一个问题而让两国的全部交流关系停止下来。他说，这不符合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原则。这是安倍上台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对日中关系的看法。安倍还表示，他让公民党主席山口纳金男访问中国时带去一封亲笔信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希望帮助促成双方展开对话。安倍晋三虽然似乎伸出了橄榄枝，但是与此同时，自民党和安倍在日本国内又重申了对钓鱼岛拥有不可置疑的主权的强硬态度。到目前为止，中日双方还没有任何一方在钓鱼岛问题上表现出实质性的让步。有一种说法，引发战争和导致战争的不总是同样的事情。引发战争的往往就是针对小事件的对峙不断的升级，最终导致擦枪走火。而我们看到现在中日针对钓鱼岛的争端就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中日是否会擦枪走火，甚至导致局部战争？中日海军的实力对比如何？美国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针对这些问题，我采访了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研究亚洲军事的高级研究员 Richard Fisher 先生，一起来听一下。On the scale of 1 to 10,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likelihood that China and Japan go to war over the Senkaku Diaoyu Islands dispute? Well, conflict, I would say the chance is significant. 4, 5, 6. War emerging from a clash is not as high. But then again, it's always risky to make such predictions. China's ambitions are fairly broad and deep, and if it can initiate and contain a conflict that it can use to manipulate Japan's strategic position, diminish that position, as well as the United States' position, it will probably do so. But the chances of conflict today are definitely much greater than they were a year ago.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e Chinese people are really interested in, no matter whether China and Japan actually go to war. These things are, for example, if China can actually take on Japan on the ocean,
In other words, can Japan deter China's incursion alone? It can for some period of time. How long? It's difficult to say. But I don't think that Japan would be entering into any kind of military engagement alon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robably be with Japan from the beginning. If not in terms of an ISR level, radar communication, monitoring, and sharing of intelligence, than actual combat support. Who has a stronger navy, China or Japan? Well, each has different strengths. China has just commissioned its first aircraft carrier. The aircraft carrier is a couple of years away from being fully operational, but once it becomes operational, that will in many cases provide a decisive advantage over Japan's navy. Japan has far better submarines, which can sink the aircraft carrier and most other Chinese warships. But then again, China has more submarines. So there are strengths, there are relative strengths on both sides. We talked about different types of confrontation. One thing people like to know is, if military confrontation took place, is it likely to be contained on the ocean, or is it possible that this could escalate to a full-scale war? Well, it could escalate in different and unforeseen directions. Whether China will elect to initiate a full-scale war to include broad invasion of Okinawa, missile attacks, cyber attacks against the Japanese mainland, that would be highly doubtful. But would China inject naval forces in support of an air combat zone? That's a definite possibility. Would China try to send amphibious or special forces to occupy the disputed islands? That's a definite possibility. Would Japan then try to evict or capture the Chinese forces that occupy these islands? That is also a definite possibility. Once you have such a general exchange of forces, on both sides, there will be a temptation to broaden and escalate the conflict. And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likely be involved very early in such a conflict, China will view the United States as much of a target as Japan. Then another question would be, how much will the United States get involved if China and Japan had some kind of a military confrontation or even go to war? Well, that's very difficult to say, but at a minimum, I would expect that the air forces, such as the F-22 fighters that were deployed to Okinawa just last week, that they might be employed as a means of securing air superiority if China attacks. These are very effective fighter aircraft, the best in the world.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has only deployed a small number to Okinawa, probably less than 20. How effective they would be if China were to use hundreds of fighters in the aerial battle, well, that remains to be seen. But as long as they are able to be supported, and as long as they have effective missile armament, I don't think that the F-22 will be defeated in the skies over these islands. 无论现在钓鱼岛的情况如何剑拔弩张，事实上，如果中日双方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甚至爆发局部战争，美国也被卷入的话，几乎可以断定，这是对三方都没有好处的事情。
但是即便如此，中日双方现在看起来都很难软化各自强硬的立场。如果这样下去，这场危机是否有解决的办法？谁又将会为这场冲突最终付出最沉重的代价？下面是我针对这些问题对 Richard Fisher 先生的另一段采访。The dilemma for both parties seems to be that although a war will be neither party's real interest, nobody could afford to look weak over this conflict due to the domestic political pressure. So, do you see a way out for both parties? Well, I don't accept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going to be threatened if it backs down from the crisis that it created. The threat of nationalism, or the phenomenon of nationalism in China, is something that is very much control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turned up and turned down as it pleases. If China were to back down and allow a return to the status quo, you would not see a revolution in Beijing the following day. This would simply not happen. However, if there was a clash over the islands and Japan was defeated, I think what you might see in Japan is not only a very strong political reaction, a nationalist reaction, but one that would be strong enough to force the current government out of power in favor of one that was even more nationalistically and militaristically inclined. China is really risking pushing Japan down a path toward real rearmament, aircraft carriers, missiles, and perhaps even nuclear weapons. The leadership in China is endangering the secur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by foolishly engaging in conflicts that it really can't control and for which it certainly cannot control the long-term outcomes. Then which party do you think will have more to lose if they go to war, Japan or China? In the near term, it will be Japan. But I believe in the long term, it will be China. Because if China initiates conflict with Japan over these islands, it will force Japan into a much more aggressive, long-term military posture. And it will force the countries around China to cooperate militarily more vigorously, and it will strengthen the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the United States. So in the long term, China will definitely be the loser.与本次钓鱼岛争端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中共军方在此期间释放出了全军积极备战的信号，这毫无疑问使得钓鱼岛本来就紧绷的局势更加雪上加霜，也使人们看到在钓鱼岛争端中，中共可能同样不打算示弱。关于中共军方最近一段时间的动向，我们请雪莉来介绍一下。好，肖明，新年伊始，中国解放军报就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颁发了2013年全军军事训练指示，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紧紧围绕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以军事斗争准备任务为牵引，大力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要强化打仗思想，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使命意识，做好打仗准备，提高打仗能力。香港争鸣杂志近期披露，去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坚决维护国家固有领土钓鱼岛主权，做好坚实军事斗争部署的决议》。该决议定下了对日开战的5个前提。
文章还披露说，2012年12月14日晚，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房峰辉代表四总部，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代表各军兵种，北京军区司令员张世波和南京军区政委郑卫平代表七大军区、陆军集团军、省军区，趁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之际，向党中央表决心，呈交维护国家主权、捍卫国家疆土的请战决心书。此外，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视察北京军区等部队时也声称，一场高科技、高代价局部战争离我军越来越近，提醒军队做好准备，单打、双打。而这个双打呢，是指美国加入的情况。另外，习近平在近期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在视察各军兵种部队的时候呢，都承诺要保障提升全军待遇。十二月初通过的有关提高对军事、国防、科技等方面的嘉奖条例，包括三军在军事演习、实战演习、军事武器装备研制创新等的嘉奖提高10至50倍，特等奖达到了个人最高2000万元，集体奖呢最高是2亿元。对于击落入侵的军事飞行器、击沉入侵水面舰艇的奖励啊，最高达到了集体奖励金5亿元。小明，谢谢雪莉。中共军方近期积极备战的姿态和中奖作战部队的举措，都给人一种直观的印象，好像中共是真的打算近期在和邻国的领土争端中动武。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下面听一下本台资深评论员恒河先生的看法。我之前在和西方专家讨论中共是否会在钓鱼岛争端中退一步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呢，他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中共政权在钓鱼岛问题上退一步，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非常难做的事情，因为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本来就是被中共操纵的，中共不会因为在钓鱼岛事件上退了一步，中国就会发生革命。所以我首先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对这种观点是怎么看的？你认为中共在处理钓鱼岛问题上如果确实存在困难的话，这种难度到底是来自于哪里呢？中共在钓鱼岛上存在的难度实际上是来自他自己，就钓鱼岛的问题，原来即使在十八大之前啊，没有达到这么热的程度的时候，双方也没有出动战机战舰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共退一步是可以的。但是呢，中共他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就是他的意识形态统治已经完全崩溃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想要让中国人民始终仍然认为他有这个凝聚力和合法性的话，他就必须使用民族主义。所以这个民族主义是他自己把它煽动起来的，煽动起来以后他要去再降温的话就很困难了。没有出动军舰没有关系，出动了军舰，出动了战机，那么再退步的话呢，他就实际上就丧失了他自己的政权合法性，因为他自己把他的政权合法性和民族主义和这个领土争端把它捆绑在一起了。作为一个民主政府，这没有问题，因为民主政府的话，它最多倒台也可以。另外呢，就是说它还有其他的合法性基础。但中共呢，现在呢，在这个意识形态和在这方面呢，它没有了，所以这对中共来说是一个很难跨过去的坎。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真的是要打这一仗的话，这其实对中共会造成很大的困扰。那最大的困扰可能就是中国在国际上会变得非常的被动，对外贸易也会受到很大的打击。那习近平想推进的各项改革可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习近平他是把自己定位在就是说让中国社会比较平稳，他能够领导中国实现一个强国梦这个位置上的话，我就很难想象他会希望中国未来和日本或者是其他国家打一仗。我觉得习近平是在仓促之中接下这个汤山玉的，他现在并不希望自己来处理这个钓鱼岛事件，因为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他确实需要凝聚力，但是呢，新官上任，他可以用其他方式来提高凝聚力，不需要对外战争。那么对外战争对他的来说威胁最大的是，这个如果是能够速战速决的话，那么他可以得到他想得到的一切。但是问题在于，日本这个对手不是当年的越南，
在钓鱼岛呢就存在一个问题，一个呢是海军的力量从来没有经过检验过，第二个呢是后勤供应，那第三个呢实际上是对手要比当年的越南要专业化的多，就是我们不比兵力哈，就仅是讲这个专业化程度的话是相当专业的，背后还有一个美国。那么这个战争要是能够速战速决，一个星期内解决没有问题，但是很困难。这个战争时间一拖长以后，这个问题就马上就暴露出来了，就是说中共的政权它是承受不了这样子一次失败的，而日本呢无非换一个政府，选出来的还是日本人选出来的政府，那中共政权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看一看习近平他最近他自己的一系列举动，比如说承诺提升军队奖励啊，给作战的奖励最多达到了5亿元，就是这些就是很自然的就会让人们把这些举动就是和中共对钓鱼岛的这种态度联系起来，而这种态度呢又和中共军方鹰派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这些强硬的态度它是出自于习近平本人的意愿呢，还是说他是受到了中共军方的压力呢？我觉得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因素在里面，因为军方的压力呢，实际上军方最大的利益并不在开战，军方最大的利益在于把战争这个情况，就是战争啊，放在一个可见的未来，这样的话呢，军方可以得到更多的重视，政治上的地位和经济上的这个拨款。但是一旦打起来的话呢，军方其实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说什么鹰派的问题，高层的官员并不希望打，中层的军官可能比较希望打，因为一打仗的话，中层军官就可以建功立业，然后就可以得到提升。军队跟所有的人这个估计的可能是不一样的，是军队是最专业化的一个部分，在国家机器里面，就是说打仗能打赢还是打不赢，军方会有非常精确的计算，然后才能够打。中国有句话，玩火者必自焚。一直以来，中共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次他真的有可能看到火势失控的那一刻了。因为无论中共内心是否想打这一仗，钓鱼岛不断升级的对峙确实是引起双方擦枪走火的催化剂，而擦枪走火加上群情激愤，又铺就了走向局部战争的通道。如果中日发生局部战争，中国和邻国的关系和美国的关系就将急转直下，中国的邻国会更加坚定地结成同盟，并且和美国结盟共同对抗中国，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将受到沉重的打击。到那个时候，中共新一代的领导人可能也就无暇再谈起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话题了。